主料900400克，猪肉200克，辅料葱、姜、蒜、辣椒、青椒、老抽、盐、味精、胡椒粉、淀粉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把猪肉切成丝，青椒就把切成丝，切好葱、姜、蒜、辣椒备用。肥肉先入锅中炒出油，放葱、姜、蒜、辣椒炸香，放入猪肉炒一炒，入老抽上色，炒熟装出备用。原锅刷干净，放入少量的葱炸香，放入茭白丝和青椒丝炒，炒熟后放入猪肉炒一炒，放盐、胡椒粉、北京拌匀出锅。烹饪技巧：茭白里有草酸，吃之前可用开水焯下再炒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